场地是个不一样的场地，对不对？你也可以是动量的啊，动量啊，对次啊，也是不一样的场地，对不对？好，好，你可以用动量，动量。对呀，重量的量，或者是重的这些，那我们可以算多少？这是一些基本的这些啊，一些总多少？我们要算的啊，啊，四百七十多啊。那我们现在好了，再来一个，把这个起来，我们得到什么？是这样子。把那个三十锻炼的推导系统，那我们在用那个容易选用容易选用的锻炼，对不对？把这个螺搬到这边来，这就得到这个魔兽哈，就是对它容易选用。刚才看这个容易选用是吧？啊，对，故事哈，故事要写成什么样？写成动作故事。然后回人换什么？换成 get 的。我们就得到，知道吗？就说，这 i 不 i 要换成 i， 然后回人换成什么？换成它的同一色对。那么这因为它去了是同一群嘛，所以它的怎么说？对，它的说就把这 get 把怎么样？把这个擦掉了哈，因为它想什么？跟它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是这个。那我们现在就用开始去把它把这个干什么？干的不算数，啊，随时间变化算。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一。所以你的时间变化啊，时间变化就在算数里头。那我们的一级值啊，会变成什么样？会变成是 y， 就变成这样写。好，这是 t 啊，啊，这是 t 啊 ，t 这个物理量 ，t 这个物理量一级值哦，变成这样算。对，你知道差别吗？这是原先的，我们原先是这样算的，我们原先这样算啊。那现在我们改成怎么样？改成这样算。对吗？那我们这个标题啊，我们现在这个标题，时间变化的上头，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讨论的，就是。是吧？是，我们这讨论的讨论的，那看看时间怎么算的，因为这跟时间其他的不大一样，这跟时间其他的对不对？好，就是要变为什么？也是要变为什么？那你们就啊，我们来看啊，我们把这三个来。那我们这边有三项啊，三项项目对不对？哈，这边这里都是两用的手，这边这是两用啊。啊，因为对这种材料啊，就是对 I 那区间对啊，那是一八，那这一项啊，中间这一项呢，啊，因为它可以是时间的选参数啊。如果不是显示就比较那都是显示的显示出来的那我们现在不考虑的是 A 是没有时间的这样写吧好如果 A 不是时间的显示出来的话我们来看它我们把这个数据吧来看它这是这个球就先走掉了啊安排一下啊，这是在后头啊，不是在前头。这个要写在后头啊，对，都先安排一下啊。那这是不是后头的？重写在前头，把这字改过来。这个要写在后头，重写在前头啊，因为它一样跟它不一定同一个。啊，那我们再把这两，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哈，这一项交付进来，它跟它是一样的了啊，所以它是这个跟这个算式是怎么样？我把简单整理好了啊。为什么小朋友是朋友？我把这个方法知道啊。这个是这样的。
那我把它推进去哈，所以是可以。其实刚在做这个问的时候，你可以用，你可以直接怎么样？可以用展开式，所以最后结果可以怎么样？把那个把这个结果把它给它走进去了哈。这个最后得到结论是这样。那下一步哈，那得一个重要结论哈，就说一个物理量的运算符，它的时间函数哈，它的时变率，它随时间变化的速率是等于怎么样？它跟坎特的什么？坎特，坎特，那是它在什么坎特系数？这样会吗？好，那以下我们用那个，以下我们用简谐运动哈，用简谐运动特例来，我们就比较知道是。在讲什么啊？对，这是我们的那个解决一种的概念啊。那我们直接把它写成是 A J 有个 J 的啊。那这我们都证明过了啊。这样复习一下，再复习一下。好，那我们就得到怎么样？得到 A 啊，那来算那个它的时间率啊。我们得到 B T。
怎么办吗？在那哈，你出现在很大后来啊，对不对？那还要出现，是不是？啊，那 B 呢？两个相减，啊，两个相减，然后再有一个系数，包括还有个 I 的是什么？两个相减共减的等于 I， 啊，然后。要配吗？把左边的带进来啊，所以得到这系数哈，这系数就是左边的，是吧？来的，左边的这是父爱，原来 I 要放在父母，原来 I 是在父母，像我把这掉在这边，在这个 I 中在这里面正的这样子，要知道，不要把这 I 在分子。我先把它写到这里，我再开个括号。同学还没有问题没有？然后呢，现在把它的概念呢，就是好，然后把这个哈，我把这个带进来，把这个带进来，这个这个是。我们再把 I 我再提出去，然后我们把那个时间函数啊，再把你看这里嘛，这是从左边来一下，它跟 P 有关系的啊。那这是时间的函数，那我们就要知道，要真正解出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在 P 等于时刻的时候，更要七十条件。那我们现在做个假设了，然后做个这个我们现在去 P 等条件下啊。在 T 等于时刻的这两个量，设计的条件嘛，那随时间变化怎么样？等一下，我还做了一组图给你，这个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的。你看它，这个问方式对不对啊？这告诉 A T 是什么 ？A T 的时间还是多少？啊，那下面那个。对啊，就是啊，那把它带到这里来，把它带到这里来。这是什么的？这给它给这个情况是，就得到。我们把这个带进来就得到，你看啊，这个是，对不对啊？然后再怎么样，来减掉。它这两个是基本条件，在 K 九十的基本条件。从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得到 S 零跟 P 零。再小小讲一次，我们在 S 零 S 什么？多少零八七？刚把它擦掉了嘛 ？S 零，这是 S 零的一个列表，对，我们抄下来哈。你可以从这两个基本条件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两个。其实位置在 P 点时的位置都已经知道了哈。重量如果已经知道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这两个，就直接用那个，就原先的公，原先的 P 跟 P 那个公式。最后你把它带进去哈，你可以这写成这样子哈，我把它写在这边哈。你把原先 P 跟 P 那个
打开你的原先的定义公式，然后再带进这边来，重新整理，可以得到这边的。好，那我再把那个啊，把 P 的 P 和调节在这边。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做完看看，再重新讲一下哈。我再把那个数重写一下吧。之后，在 A P 等式的 S 零 P 零之，对吧？那我们知道 A。这是一次被算这两个。对不对？啊，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从这个可以算到这个的哈，可以算出这个出来。我把这两个结果写出来的话，让你们自己算这个，再自己算这个，好不好？我把这个结果写出来了。看见吗？我把这个程序讲一下啊。这是已知的，这技术条件啊，就是说在 T 等的时刻，位置已知，重量已知，这样对吗？所以你可以算在 T 等的时刻的怎么样 ？A 跟 A 这个的还是 A 跟 A 这个？把它公式带进去，这公式带进去以后呢，你再把那个，再利用 S T 跟这两个关系，你可以利用这两个，就可以得到怎么样？得到时间函数，这样对吗？这两个你可以得到这，再把这两个算式带进去，这样对吗？把这个带进去，你也可以得到什么？得到那个速度跟怎么样？这个速度的时间函数跟怎么样？跟重量是对应的时间函数，这样会吗？你们会不会？我现在让你自己做，你会不会自己做？好。啊？还有问题啊？剩下的那几个数学吧。好，就说你这个会解嘛，对不对？啊，这个会解，对不对啊？这个再讲一次了啊，在 T 等的基准条件啊，在 T 等的时候，它对置跟什么样？或者它对置跟它的重量，你就可以算这个，啊，你也可以算出这时间函数，利用这个是不是？啊，第二个是你可以算这两个的时间函数，你也可以算怎么样？这个跟怎么样？跟 T 啊，就可以算出这些都可以算出来，都是用这个，都是用这个条件而已，这样会吗？那这我已经帮你写一部分了啊，再把这个把这个带进来，把这个带到这两个。这样会吗？好，带入这两个，你就可以算怎么样？算那个位置的时间率。另外，你也可以算那个动量时间率。